来看一下山东选手郭威的这套自由操的动作。开始示意现在后手翻，直抵后门，转抵180度。前手翻贴一个巴塞维奇，又是个0.4。这是个单腿向前交换的劈腿接反掌，而这个单�腿向前交换的劈腿转体360，紧接着地上做一个逆转1008，这一串有0.9的难度加持。这就出界了，后直540，前直360，年均价值0.1，900。各位，最后完成是一个后屈2周。